创意理财尽在运通。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那今天的一个大盘呢、有两项这个所谓大家值得注意的。第一个就是成交量，成交量今天是放大到5200亿。那第二个你要去注意什么？上下的振幅啊，现在开始扩大了，振幅扩大，成交量开始增加。那这个地方其实个股表现这个意图上面其实是很明显的、那这个大盘来你自己看一下，现在有没有出现空方讯号？看起来是没有嘛，底部起涨，对不对？跳空延续多头走势，再跳空，新春开红盘再跳空，好，那有没有直接掉下去？也没有嘛。但是现在的话，你要去注意到这三天，从3月15日到昨天为止，融资增加了多少？增加了87亿哈，所以说未来的话，你要去注意到，不要用融资去操作，不要去用融资去操作哈。当然有人从16000点啊，一路被嘎到20000点，这个叫做螳臂挡车啊，自不量力，自不量力，我这样讲应该没有错吧？现在还大言不惭的。还跟你讲说他是20000点放空，我相信很多人都在看节目啦，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啦，好，对不对？好，那我今天要讲讲几档股票哈。如果说你手中刚刚好有的话，那你要不要来找我？你自己做决定。老师在台面上面解这些股票，给你参考一下，好不好？来，第一档股票，来四星 KY。当时候很多人跟你讲，在这个地方会直接上去，因为大多头。你在这个地方你没有先停利，那这个地方价差非常大。好，那这个股票你来找我，我来想办法。N31 也是一样，2000块钱的 N31 大家都喊好啊，好棒啊，你没有稍微的卖一下。这边有个跳空，有没有？就直接下来了。这是第二档股票。第三档股票台光电，这两根对不对？往下直接灌下来，你应该跑不掉，因为你对它是很有感情的，跑不掉。啊，结果台光电直接掉下来了，对不对？最可恶的是哪一档股票？来，这一档啊，威盛啊。记得不记得有哪一位分析师喊过威盛？最少有10位。现在他们绝口不谈，他们把它忘记了，忘记了。他们带着会员去做也好，自己手中也好，也有，对不对？啊，对不对？还有一档股票，来，杨志啊，今天拉涨停板啊，这边叫做业绩公布不好啊。连续怎么样跳空啊，往下跳啊，跳水啊，这些股票、都是目前为止你在高档区没有卖，然后呢就是一路的下跌那手中有这些股票该怎么办其实很简单你今天现在可以马上扫描 QR Code 完成登记就可以了。你在 LINE 里面你把你的股票跟我讲，直接找严老师，直接找本人我，跟我讲，留下姓名跟联络方式，老师等一下回办公室，一定会回电给你那今天你做持股分析啊，我有个大礼物要送给你很多人想要严老师这个开盘八法啊，多空阴阳线，还有史上最好的一个工具书总共就1本、2本、3本嘛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是。全线开放，好不好？今天你只要有扫描 QR Code 的，第二个条件，你有把你套牢的股票跟我讲的，有留下姓名联络方式的，我们3本著作，你可以任选一本，好不好？任选一本，直接把它带回去，就那么简单，好，就那么简单。
啊，不要看这个行情啊，好像对不对？今天只有小跌72点啊，其实这个盘中啊震荡整理啊，超过265点啊，很多人股票、啊、没有涨，很多人股票、啊、还在跌，啊，很多人不知道说未来要买什么股票。好，我让你来看看我的操作，好不好？我昨天在节目里面，我告诉你什么？我卖出去的3017的旗宏嘛，我是赚10%，那个已经过去了，啊，已经过去了。再往前推，我跟你讲说，我卖掉达鑫材料嘛，我卖出去，我赚了3根涨停板，那个也过去了。我今天一样帮我的会员赚钱，好，那我拿出我的简讯跟大家参考一下。好，我相信你，如果说你是严老师会员呢、啊，你看着简讯，自己去对一下，我们不会去说谎，啊，也不会去虚伪造假，我们只是想说证明自己的实力。在行情震荡整理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做出非常非常准确的一个判断，好不好？啊，这个是达鑫材料，一通简讯赚的3根涨停板，来，这是昨天 AI 的旗宏散热的最后一笔单，我们做到了获利10%。今天我们卖出去的另外一档 AI 的，对不对？散热的，卖掉咯。啊，也是最后一笔单，也是获利的10%。很多人跟你讲啊，那股票有买有卖，你认为你们老师的股票是有买有卖吗？如果有的话，那他为什么没有拿证据给你看？为什么没有？严老师有啊，昨天的、今天的啊，总共卖出去了2笔单啊。一笔单的话，应该都有10%了，啊，这一档卖10%，昨天、今天又卖一档10%，两天啊可以获利20%，啊，获利20%的同时啊，我们把资金开始回收了嘛，我们下一档标股，我们才有把握说我们要看准了以后再出手。好，那这一档股票，我昨天跟你讲的，开盘价36.9，能不能买？我今天为你做出个揭晓。来，阳城代号是3498，来，今天震荡比较剧烈的哈，但是你昨天买的底部买的，你现在应该还是赚钱啊。这档股票从底部开始起涨哦，已经出现连续哦2个往上的跳空缺口哦，所以说这个地方啊，今天啊量比较大。量比较大，这个地方稍微震荡一下哦。多头走势没有改变的话，未来还是有机会大涨。这档股票是谁的？我们普通会员的，我们普通会员的哈、哦。来，昨天跟你讲的，1根涨停板，今天跟你讲的2根涨停板，啊、哦，这边有打开啦。你要卖的话，你也可以先卖一趟，也没关系啦。好、哦，记得拉回早买一点啊、哦。来，简讯给你看。这是今天的简讯啊，普通会员的啊、哦，就算他涨停板没有锁住啊，我一样拿我的简讯给你看、啊、是不是啊？它是连续啊跳空缺口啊，趋势是没有改变的，好不好？有拉回来，你还是要站在买方啊，是不是？如果说我要卖的话，我也会通知你啊，这个叫诚信嘛。先讲嘛，是不是？但是我的会员哦，麻烦你要按照我们简讯操作哦，不是会员的啊，禁止操作啊，禁止操作啊，因为很多人喜欢呢、啊、看节目啊，就很有想法。我买的够低啊，我如果没有买的够低，对不对？我也赚不到钱呐、啊，是不是？啊 ，PCB 的耀华，最早跟你讲是3月4号，你讲你高点也在背啊。22块就可以买啊，啊，这阵啊拢对不对？拢起来了嘛，啊，随便卖也赚钱呐、啊，是不是？这个昨天的来，龙德造船，有人说老师这个最近不能买，我说为什么？他说最近哈股票都没涨，不会啊，这不会啊，这昨天亮灯涨停板啊，
今天呢，今天先卖一档嘛，好不好？可以卖吗？当然可以卖啊，卖了就赚钱了嘛。你没有买，你拿什么东西去卖啊？是不是？你拿什么东西去赚钱啊？是不是啊？拉回的，哎，拉回怎么办？哎，答案只有一个啦，很简单啦。你找对老师，对不对？找对点，你就赚钱了嘛。好，再谈到这档股票，老师你卖了没？我先讲，我还没卖哦。哎，我还没有卖哦。我为什么我不卖？啊，我有想法，我有想法了哈。来，认真看一下哈。这一档股票大户锁定才能够涨嘛，你认同吗？产业翻转啊，这个叫产业翻转啊。我当时跟你讲，突破会狂喷嘛，连续两天都是涨停板嘛，创高以后今天小拉回嘛，要卖吗？我胆子够大，我买的够低啦。好，我如果说我今天卖掉，我也是大赚哦。我先讲哦，但是我舍不得卖。我认为有些股票真的买到不简单呐，卖掉是很轻松啊。我怕我卖掉，对不对？买不回来啊。好的股票现在不多啊，会飙的股票现在也不多啊。好不容易我买到了，啊，我赚钱。我如果今天我卖掉，我当然是大赚啊，对不对？好，那我不卖嘛。我相信全国的投资人都可以帮严老师作证，我现在还不卖哦，我斩钉截铁的告诉你哦，我还没赚够啊，等我赚够以后我再卖，买低一点，买底部，啊，赚的才够多嘛，不用对，不用卖啊，我这3月7号就跟你讲不用卖啊，哎，要不要卖？不要卖啊，哎，15号。续报啊，礼拜一续报，礼拜二续报，今天还在报，今天下跌啊，我一样跟你讲啊，我有啊，啊，我有嘛，啊，今天跌4%啦，赶快大赚呐，为什么？它创新高嘛，这种股票你还会赔钱吗？不会啦。哦，我都拿简讯给你看，对不对？我现在发现台面上面很少的老师啊，拿那个简讯给你看。我现在这个简讯你都看着都不要看了哦。任何一通简讯虚伪造假，啊，负法律责任。这是上个礼拜五，3月15号，啊，这是礼拜一的，啊，这是礼拜二的，啊，都看得到哈，资料又送给你，是不是？啊，那现在当然投资人啊认为说这个行情不好做，好像挫折感比较重，对不对？啊，那老师必须要告诉你了啊，挫折啊，你在股票市场里面的挫折，往往是最佳的老师啊。你们都去找老师，对不对？挫折就是你的老师，你在挫折当中啊，你会有很多的一个领悟啊。不用别人告诉你啊，你自己想，你今天遇到挫折，你会做什么事情？啊，你会想一想，我为什么会失败嘛？我到底哪个环节我出了错嘛？对不对？人都会反省嘛。如果说在股票市场里面你不会反省啊，那你没有救，那你没有救啊！尼德科的操纵，这叫底喷的好不好？底喷的股票，我跟你讲哦，它一定要走形态整理。哎，这边不是买点，给你打个大叉叉。这边也不是买点，哎，那为什么这边打圈圈的地方是买点？如果说这张推背图你看得懂，看得懂，能够明白，你就赚钱了。差别在什么地方？差别在成交量。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量不够嘛？这个量也不够嘛，对不对？等到人气进来了，对不对？这个量就够了嘛。你连这个都看不懂，啊？送分题在这边，
啊，股票市场里面不要说赚一根涨停板就跑掉了啊，啊赚两根对不对？就发大财了？不会啊，大波段操作啦，不用怕啦。哎，一支持续再一支，每天看节目的，每天看节目的，看得到你吃得到吗？看到吃到才是真功夫啊！15号啊，有人在问这通简讯啊，啊，老师啊，我对他很有兴趣耶，我说你很有兴趣，你可以买啊，是不是？你15号看到简讯啊，他一直涨到18号，他还在涨，啊，15号看到简讯，我简讯都公开给你看嘛，你看到18号，他还在涨嘛，那你还说你赚不到钱？赚钱啊，其实啊不是那么困难啊。啊，九阳神功啊，有人一直在问老师，这个最近快要，好像这关紧闭快要关好了哈，未来会怎么样？未来是不是？我直接跟你用话的好不好？我跟你讲啊，未来可能连回档都不会回啊。啊，会不会？这种股票基本面好，技术面佳，大户在里面，啊，6.8亿的股本。啊，这关紧闭关出来之后啊，啊，这个箭头啊，这箭头是哪个方向？你要看清楚啊。每次在问说，老师这个齁、哦、底部会不会涨？啊，有没有涨？有没有涨啦？有无啦？有无啦？看一下啦。啊啊，对不对？大户嘛，大户拉到一半他会停吗？他不会停啦、啊、是不是？好，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那最近的话，这个参加会员的人也很多啊、哦。那老师要呼吁一下哈、哦，有时候操作的部分不要太急啊、哦。有时候我们先做个价差也不错啊、哦，因为这个最近大盘哦，这沙缸哦，融资增加的比较大哈、哦，我们必须要先把这个融资啊做出一个清洗啊、哦。所以说这个地方最近参加的投资人啊。哦就多妈得等一下，不要急。老师看准了以后，绝对会出手。啊、哦，老师看准了以后啊，绝对会出手。你不要急啊、哦，把钱准备好就可以了哈、哦。那如果说你今天看节目的哈、哦，任何持股的问题，老师欢迎大家。你现在直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扫描 QR code 也可以，把你的股票告诉我，我等一下我马上回答给你，我马上回电给你哈、哦。一定要做持股见证，一定要把股票状态调整到最好。下一档标股，标股也在里面，啊，标股也在里面哈。下一档标股，得标股得天下。你先把这个 QR code 先扫起来，标股就在里面。第一个发动点，我们会立即通知。持股见证加上标股啊，随时发动。今天的话，好康的都在里面。直接扫描 QR code， 直接拨打电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迟到了吗？看
见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哦，很慢的。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那股票市场里面一个真正的一个多头循环的话，就是像今年一样哈，从这个16000点哦开始嘎空嘎空手哈，把一些老师啊嘎去睡公园了哈。那到了20000点啊，那这个地方稍微震荡整理一下。那近期以来融资比较多，好，那可能要进行所谓的清洗哈。那个股上面的一个表现性，它进入到这个4月、5月。啊，股东会的一个旺季啊，它会更加的一个明显哈。那大盘的一个指数的话，未来还是会站上20000点哈。但是我认为你现在去看大盘加权指数啊，这差一点啊太大哈。我刚刚举的几档股票嘛哈，比如说2388的威盛嘛，大盘没有跌啊，它已经修正成这样子了。2383的台光电啊，这个地方的话也是下跌嘛。你们老师每天跟你讲的哈，很厉害啊！你们老师每天都大赚啊，这个有大赚吗？那净股提出来好难看一下 ，N31都是讲在这边啊，掉下来以后啊，当哑巴了，啊，当哑巴了，哎、啊，进去买赶快啦！哇，有够高，有够高，拢大赚，啊，怎么嘞？你们老师现在变失忆症了。老人痴呆了啊，都不讲了啊！一个节目啊，30分钟啦，嘴巴这样子不讲，因为他股票掉下来了啊。等他涨上去的话再讲啊。我觉得这个都不诚实啦，不可信啦。我在节目里我公开讲嘛，昨天我把旗宏卖掉了，最后一笔单我赚10%。今天我把双红对不对？我卖掉了，我一样赚超过10%嘛。啊，这个叫做公开嘛，我不会每天跟你摇手机，摇摇乐啊，猜号码，我觉得没有必要啦。那个是3岁小孩子在玩的，啊，那个诈欺的嫌疑很重啊。啊，最近有个网红好像在抽奖，对不对？啊，抽到有问题的啊，那个是我们小时候就玩过，那个签啊中的，对不对？好像，啊，好像人家怎么抽都是抽不中啊。哦，这个很糟糕啊！哦，来，这个资料送给你的，加倍奉还嘛，有没有拿到？啊，做到，你有赚到这个创新高的股票，啊，卖在这边啊，赚的比较少，啊，卖在这边赚的比较少，啊，一个大波段直接上去，才会赚得多啊。喜欢看简讯的哦。你看了简讯能够赚钱啊，那你也很厉害。为什么？3月4号亮灯涨停板，3月5号亮灯涨停板，3月6号又亮灯涨停板，啊，4号、5号、6号，你卡去有遐紧无？没有啦，你不要骗我啦，再看一次啦，好不好？4号亮灯涨停板，5号亮灯涨停板，6号亮灯涨停板。你卡就有遐紧无？你卡把走未去啦！你不要骗我啦！啊，每天看节目看得哇，好高兴哦、喔！老师股票都很飙啊，这是一般市场上面的认定啊、喔。要买在起涨点才会赚钱呐、啊。阳城底部起涨嘛，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啊！你拉回你注意就可以了啊！飙王之王啊，是不是？爱马仕科技。啊，我今天还没有卖啊，我先讲哦，啊，未来会不会涨你慢慢看，啊，尼德科超重，叫你买你不买，啊，九阳神功，
等到他真的发功了哈，你再去追啦，是不是？啊，今天的话啊，你直接扫描 QR code 就可以了啦。你的股票直接交给我，好不好？啊，我这边里面会送你三本著作，《开盘八法》、《多空阴阳线》、《史上最佳攻击书》，我也不知道你要哪一本啊，是不是？啊，后面一个好康，下一档股票要发动，我就直接通知你哈。记得老师跟你讲的，未来的操作得标股就会得天下，啊，你先得到我们这个 QR code， 啊，这个保命的，啊，平安符先拿到，啊，先扫起来啊，把你的股票交给我，好不好？下一档标股我在 QR code 里面直接告诉你，好不好？今天麻烦大家手动一动啊，来手机对起来，直接扫描 QR code。好康的都在里面，我们明天见。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生动不动都在竞争，动不动就爱水蛮牛。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